我是高安的车长的2020年12月20号3057次的区间快车，优化区间快车，11:26收拍的是3671次的蓝皮普快车，广南发车经由南回线看往台东，蓝皮普快由六姐印度仔通勤客车组成。关闭车门啊！102单台电筒，啊，这边是3057次。九平东线开往枋寮，的蓝皮不快。拜拜，再见了，枋寮，人生要搭一次，蓝皮不快。哇，冲锋能认识啊！我的这个群，优化没看到。拜拜，拜拜。李阳在应该是20号对，叫走历史，我挑20号过来。超感动，3671次在枋寮站时。六姐，这是我个人最后一次搭普快车，应该是快了差不多，就正班营运的普快车，以及拍摄电气化路线。
超赞的，这个超赞的。站是加入站，加入站。好的，三千行，自强航，372次，由南回线，开往彰化的自强航，也加油站进站哦。要几车门？